小影快速赏 AI 配音字幕方法。先开启一个草稿，选择你要配 AI 字幕的影片，输入字幕你事先打好的文字稿，可以直接复制贴上。下排工具列选择 AI 配音，这样就出现 AI 配音的音轨了。星期五早晨6:40，但会是一长串的，所以要自己寻找要停留的断点进行分割。接下来开始分割断点，到星期五早晨6:40是我起早床的时间。冬天我睡在暖暖的被子里，真不想起来。妈，暖暖的被子里，真不想起来。重复分割的步骤。完成分割后，可以开始配合影片来调整声音位置。可以开始将字幕移动至想断点的地方，可以搭配主轨道的影片，我这边用纯素照片做示范。好了，就保存输出，画质可以选最低的没关系，我们只要音档而已。好了之后开启你 AI 配音，加上字幕的影片，下排工具列选择提取音乐，选择刚刚保存输出的素材。星期一到星期五点击音乐轨道，选择字幕识别，等待识别完毕。识别完毕后就出现字幕了，星期一到星期五，并且分段断点都是你刚刚事先处理好的，再稍微编辑字体样式跟位置。这样就完成了。这个方法虽然需要前置作业，但总比一个一个按 AI 配音快一点。星期一到星期五早晨6:40是我起早床的时间。冬天我睡在暖暖的被子里，真不想起来。妈，这个方法分享给大家，这是有事先打好的字幕稿才能使用的方法哦。接下来的影片是本来的 AI 配音方法，真的很麻烦，要一个个按，但还是希望之后小影能更新一键套用全部的 AI 配音方法。你好，你好，还有一个个对齐声音跟字幕长度。你好，小影谢老板，一个个按真的好麻烦。你好，你好。